就是这样打的。哎，打不开。这是吧？咱没看见呢。其实他是这个这点到为止，点到为止。他不问你，他是这个身份的是吧？他先动，他一动手你看，我一动你看，给他，我先动手是吧？我再动手给他，就打了是吧？如果你上步了，哎，你我让一下，我上步了，那我要这样打，这个退步是吧？退步以后你呢，我这个手可以打你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这个手可以打不动你。你跑不了的，知道吧？我给你点了位置，明白吧？你喘了啊！你喘了，我这人喘，你推我这，对，头我还没我没有动你，为什么？这样动你，这叫上背包里去了。哎，这儿用虚竹可以，就是杀杀你的眼，哎，对，这就是杀人计，杀人计。慢练是吧？快练是。大家好，刚才大家看到的视频就是马保国近期修炼的新的功夫二龙戏珠。在之前啊，我们已经知道他修炼的松果弹抖闪电鞭啊，据说威力巨大，但是实战效果不是很明显啊。我们看到这个网上有大量的恶搞他的这张视频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八头停停，我是这左天大左，你就输了。我是去年有素，有备而来。我劝对面八头耗子尾汁、啊、来，这里我是打工针，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来，骗来，看来，我劝，给我发了一个八千来啊，朋友们好，200多斤的老美人在水中游，摇头摆尾。我是69岁的掌门马保国。关掉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关掉！一定要关掉！我是怎么回事？再不关掉那些网络游戏！哎，我说小朋友，你不懂规矩。小孩哪有美好的未来？哪有美好的重启？我说小朋友，耗子尾汁，好好反思，以后不要再犯。他搞落踩八根，跟过冲冲根，啪根啪啪。我是多大力士，在健身房练狗式，有个6.6的小同志。我说小同志怎么回事？他说有个大耗子。我一看啊、哦，原来这不是大耗子，看来是有备而来。我劝不要再打我脸。你不讲武德，你不要脸。来，耗子尾汁，你在公司是老同志，我对我得做正宗，看我眼里做死拳，天下功夫无可不破，你速度我没有说过。1、2、3、4，大一同喜，老同志。2、2、3、4，耗子尾汁，好烦。我弹抖闪电，我打一个连五鞭啊！年轻人，怎么着？耗子尾汁，武林要以和为贵，要讲武德。行了，别说。面对着这样的恶搞啊，马老师的回应来了啊，你们要小心一点啊！我刚看到的时间，有的不理解，怎么年轻人，就是一部分年轻人。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说朋友，请你自重，请你冷静，请你用心思考一下，你在干什么？